我觉得其实不管大人小孩，然后男生女生其实都一样，我觉得要懂得保护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，然后要知道自己身体的自主权。对，那如果说有更好的法律可以来保护，我觉得是很棒的。嗯，配偶栏现在是空白的。是。哦。他是那种会突然给你惊喜的吗？如果他突然一时间决定求婚，你会是考虑？突然呢？对啊。看他钻戒买多大颗，没有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。对，就是现在的状态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真的比较忙啊。对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一起过生活的人，对，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那么冲动吧。对啊，应该不会那么冲动。交往多久？六年多了吧？六年多七，七年，蛮不冲动了哈。对对对，我们都忘，就是已经忘了时间了。因为你在那个戏里面就是有演单亲妈妈，嗯，那平常在戏剧好像有演过妈妈的角色，有。那想问一下时事，干嘛？不要怕。想问一下时事题啦，就是你之前有看黄子佼的新闻吗？黄子佼的新闻。没，我大概知道，但是没什么看，因为最近在筹备这个芯片记者会的事情，所以大概有听说，因为 FB 也会滑到嘛，对，大概知道，但是不太确定是什么事情这样。因为台湾就是就有一些恋童癖啊，或是未成年的不雅片那些，对，你对这个就是会想要发声吗？就对小孩的这方面，我觉得其实不管大人小孩，然后男生女生其实都一样，我觉得。要懂得保护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，然后要知道自己身体的自主权。对，那如果说有更好的法律可以来保护，我觉得是很棒的。自己有遇过类似的事件？可能是不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凶可是我还好，我没有遇过。我拍戏那么久，对，潜规则到试镜什么之类的都没有，不舒服的状况。其实我蛮幸运的，我一出道，其实我没什么试到镜，我就去拍戏了。对，所以还好哎，可能有我的雷达，就是可能要靠近我的什么，我大概就已经跑掉了吧。对，我会自动的去远离。